我们这一集呢就开讲西晋八王之乱之间，就趁着这个八王之乱啊，匈奴刘渊的崛起。我们都知道晋惠帝，你看这个憨池的这样一个愚人登基，假皇后呢弄权，皇权旁落。八王之乱呢，更使大晋山河摇摇欲坠。你想，上层的这些王爷杀得你死我活，天昏地暗。虽然说这司马氏王爷啊，在这个内斗当中啊，愤愤在白刃之下失去他的向上俊美的人头，好多高级士族呢，也因为站错队了，被整族整族的杀掉。但真正遭受最直接、最惨烈、痛苦的，当属晋朝绝大多数的无辜百姓平民，特别是黄河流域的汉族人民，在奋志踏来的匈奴鲜卑结底枪那个部族军队的铁蹄下，一次又一次遭受屠灭，在惨无人道的政治经济高压下呢，是苟延岁月。晋朝祸起萧墙之间呢，大晋的八个司马王爷，实际上没有一个人真正占到便宜。倒让一位号称是大汉刘氏皇族后裔的匈奴人趁机而起，给了新晋王朝呢深达肺腑的致命一刀。我说到这里呢，我觉得如果观众当中肯定也有历史小白观众啊，当然很可爱了，可能就不明就里，就会问，匈奴在汉朝的时候不是都被打跑了吗？怎么晋朝到了三国这个之后，到了西晋了还有匈奴？对，不仅有，还真不少。那晋朝为什么有匈奴人呢？这段历史我还真要给大家捯饬捯饬。自汉朝以来啊，居住在今天蒙古大草原上的这个匈奴人啊，逐水草而居嘛。他在这个逐水草而居的同时呢，时不时高举狼头大刀，他那旗子是以狼头为标志，啸聚而来，狂风一般的忽然出现在汉族人这北部边地。匈奴人呢，这些部族的这些战士呢，糟蹋庄稼，洗劫城市，烧毁房屋，杀戮当地军民，大肆劫掠之后，他们还会往往这个劫走成千上万的汉人作为奴隶。没等这个汉族大军到来呢，这个匈奴这个战士鬼魅一般消失在无尽的大草原当中。那么吃肉喝酒之余呢，这些骏马骑士在烁烁北风中享受他们掠来的抢来的这个金帛吧，包括这个美女，嗷嗷狂叫。所以那会儿草原上套马的汉子可都不是威武形状的啊，绝对好多人说句实话，都是些这个武装到牙齿的一些这个强盗，所以看见了都得赶紧跑。那么这种情况呢，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也不是十年二十年，而是长达数个世纪之久。那么在东汉建武22年，就公元46年呢，匈奴人赖以生存的蒙古大草原发生前所未有的大旱灾了，赤地千里，草木尽枯。你想，匈奴人他是以这个畜牧业为生啊，大旱就成为空前的灾难，牛羊没有草吃，饿毙千万，这个牧人呢他也没有粮食吃，相继饿死。而人畜的尸体呢交相堆积，无人清理，又引发一轮又一轮的瘟疫。于是呢，一直号称天之骄子的匈奴人呢死耗大半，强盛雄武的匈奴韩国也终于陷于分裂，散裂为南北匈奴。南匈奴呢当时就暂时收起狼性了，向汉朝皇帝跪拜降附，北匈奴呢则被迫向西迁移。那么到了公元91年呢，东汉大军就乘胜了，把北匈奴赶到这个金微山，就今天的阿尔泰山以外了。惊慌失措的北匈奴部族只能向西复向西，越过这个乌拉山，逃过伏尔加河，一直逃到里海以北。那么过了两个世纪以后呢，在逃跑的迁徙过程中，不断以当地族群通婚繁衍的北匈奴呢，在现在的匈牙利平原重新立国，开始立足东欧了，虎视西欧。5世纪，那匈奴王阿提拉曾经大显神威，杀的欧洲啊，就绝对血流成河，被罗马帝国蔚称为上帝之鞭。好景不长，公元453年的阿提拉在这个美女怀中暴死了，北迁的匈奴韩国终于是分崩离析，散落并融合于欧洲当时的各部族。咱们回头再说南匈奴，
依附东汉的南匈奴呢，当时有5000余落。开始的时候呢，这些人被安置在五原塞。五原塞在哪儿？就现在内蒙古包头以西、乌拉山以南。不久呢，又把这帮人迁到西河美济。西河美就是现在内蒙准格尔旗那大地的草原。东汉当时每年耗银1亿多两，供给这帮失败的蛮族。我想让他们成为汉域北匈奴的屏障，估计也是当初被汉军神威打得太猛，匈奴人的勇武魂魄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了。继匈奴而起的鲜卑人占尽匈奴故地，然后这帮人又不断向西，南匈奴是一败再败，人马被杀无数，牛羊损失千万，日益难退。最后呢，这帮人就被挤兑到山西离石的左国城，就是现在山西离石县以北那地方。那东汉黄巾这个起义之后呢，汉朝政府就发令叫这些匈奴秦兵进入中原帮助这个政府镇压这些黄巾。结果南匈奴各部当然这阵不愿意去当炮灰于是他们杀掉当时就跟汉朝关系不错的那个羌渠单于。又立呢有一个人叫什么，这名字还挺拗口，叫顺普古都侯立这个人为单于。那么羌渠单于的儿子于夫罗呢，本来向汉地逃亡，因为别人把他爸爸杀了嘛，结果他想上大汉讨个说法，结果逃亡途中一看汉地烽火四起，互相杀伐，于是这位匈奴王子狼性顿起，他率领手下数千这个匈奴骑兵就和中原的乱军搅和在一起，四处攻杀，趁火打劫。到了公元216年，已经掌握东汉国权大英雄曹孟德发现迁居塞内的匈奴人越来越多，于是他就想把他们的这个势力也分散，于是他就下令把南匈奴分为左右南北中五部，目的就在削弱他们这个集合的势力。然后这个五部呢，每一部设置部帅一个人，然后就派汉人做司马，就是监督这帮人。到了曹魏立国之后，这些五部匈奴的部帅呢又改称都尉。曹大丞相统治下的当时居于山西什么这块的这些匈奴各部确实是对曹大丞相佩服敬畏的不行。平时这帮人呢农耕放牧，打仗的时候呢，只要是大丞相一声令下出马出兵，就等于是曹魏或者是东汉末期他的汉族军队的等于是他们的雇佣兵一样，基本上跟汉朝的百姓都差不多了，完全是汉朝的顺民。那个时候呢，内迁的匈奴人和那个内地的汉族百姓基本上没什么太大的区别。那么在入塞的匈奴种群当中共有19种，他的每个部族都自相隶属，那各有族统，其中最著名的呢有图各种、羌渠种、卢水胡等等等等。这一群人在日后的16国时代大显狼威。图各种呢当中就有刘渊、刘耀建立的匈奴汉国，还有前赵，就公元304到329年存在。赫连勃勃呢建立的大夏，就407到431年存在。还有羌渠种，这羌渠种实际上也称为羯族，就石勒他建立的后赵，319年到349年存在30年。此外呢，卢水胡当中那沮渠氏沮渠蒙逊什么这帮人在西北建立过北凉，这北凉政权呢从公元397年存在到公元439年时间还挺长。由于汉高祖刘邦时代曾经嫁刘姓的这宗室公主进入匈奴，所以这图各种的贵族呢就冒姓刘氏，他们在匈奴这个各个部族当中地位最尊，因此呢五部匈奴他的部帅都是刘姓的匈奴贵族。此外呢，匈奴还有什么呼衍普兰乔四大贵姓，都是刘姓贵族的辅佐高官。那么所有这些匈奴人呢移居塞内时间一久，汉化日深，他们当中的贵族子弟不仅博览群书，而且还精于骑射，可以说能文能武，就变成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的高门这个士族了。那匈奴五部的这个臣民他虽然是大晋的臣民，与周围的广大汉人杂居时间很久，但这些匈奴部帅即使他当时没有宗教权，但他们仍然对五部匈奴拥有传统的威权。匈奴五部平时他经常是以战为习嘛，没事骑马射箭练习武备，他可以一声令下在瞬间就化为强有力的军事组织。
那么五部匈奴当中呢，其中的佼佼者刘渊，在西晋八王之乱中啊，就开始蠢蠢欲动了。那么这个刘渊又是什么来历呢？刘渊字元海，他是匈奴冒顿单于的直系后裔。东汉末年呢，羌渠单于被杀之后，他的儿子于夫罗又自称单于了，率领几千人马逃入汉地。当时呢，正好赶上董卓之乱，于夫罗就趁机狂掠太原、河东地区，并在河东地区呢这个驻扎下来，弄了一大帮人。那么于夫罗单于死后呢，他的弟弟呼出权单于被立为单于了。那么以于夫罗单于的儿子刘豹为左贤王，这位左贤王刘豹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刘渊他爹。在《晋书》当中，刘渊呢是以他的字称，就是一般不叫刘渊，写到他是都称他为刘渊海。为什么呢？写《晋书》的是唐朝大臣写的，唐朝呢未必唐高祖李渊的名讳，就不能叫他刘渊，所以就叫他刘渊海。那另一位羯族皇帝石虎呢，就被称为石季龙，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李唐王朝李渊他爷爷叫石虎，所以古代看古书有时候也是一种技巧，这名字有时候都对不上。刘渊这个人呢，他自幼居于汉地，深受汉文化熏陶，从小就刻苦好学，什么汉族的典籍呀、什么经世义呀、毛诗啊、孙权左氏传他都熟。包括什么诸子百家什么的，什么都懂，可以说是高度汉化的匈奴人。而这些他从古书上学的这个兵法谋略呢，后来就被他用来呢祸乱汉家天下。刘渊这个人啊，文韬武略，你说他汉家的典籍他也懂，这个人的武艺超群。你想他本来就是上武的匈奴王族的直系后代，这个匈奴五部那许多这个善于骑射之人，他的这个风尚就是习武，所以说他不仅文采风流，又有一身好武功，才兼文武。因此在当时别人都认为刘渊这个人人中之龙。不仅仅文武兼备，刘渊这个人相貌也特别奇特。史书记载，姿仪魁伟，身长八尺四寸，须长三尺余。你看，八尺四寸什么概念？按晋朝的度量衡，这哥们儿有两米高，两米多。估计是牛羊肉吃得多，锻炼要好，遗传因素又不错，因此才有这样的好身板。那么晋朝人呢，特别喜欢从一个人相貌呢判断将来这个人的运数。当时好几个这个滨州人士，那些相士看到刘渊之后都大惊，此人相貌非常，无所未见也。太原大族王浑你想这西晋的一个重要的大臣，也深感刘渊一表人才，就让他的儿子王继拜见刘渊。所以说人长得好这个人他就有光环效应。那么在曹魏的咸熙年间，也就公元264年到265年这个一年多的时间呢，刘渊当时就作为任子在洛阳居住。什么叫任子啊？就当时那些少数部族他的贵族子弟在京城去做人质的，当然也是好吃好喝好待遇，主要是怕你的这个整个家族在这个山西造反。当时呢，司马昭那阵儿还没晋朝还没建立呢就是还是这个曹魏的臣子，就特别器重他，就常常邀请他到自己宾府内做客。晋武帝司马炎当了皇帝之后呢，当时任晋朝大臣的王浑就不停地晋武帝面前推荐刘渊这个半老乡吧。晋武帝召见刘渊之后呢，看这小伙子确实是相貌堂堂。就对王浑的儿子自己女婿王继说，你看刘渊海呢，仪容击剑，秦穆公他身边的游鱼，汉武帝身边的金米堤也比不过他呀。王继当时就应答说，圣上您所言太对了，但刘渊海的文武才干远远超出游鱼和金米堤那两个出身异族辅佐秦朝和汉朝的这个古人，陛下如果能派他去平吴国，肯定能马到功成。那么听到王浑王继父子的荐举呢，晋武帝呢自己又对刘渊有很好的印象，一高兴还真要下诏派这位匈奴人去带兵平吴。幸亏当时有大臣叫孔循的，还有这个叫杨尧的，还有政治远见，就劝谏道，刘渊海之才确实是超出常人，陛下如果给兵不多呢，不足以成事，如果授之以威权，恐怕他平吴之后自立为王，再也不会北渡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如果真把匈奴本部交他统领，
他就能凭借朝廷的威名外逃。微臣啊，一看您陛下想用他，真为您陛下感到寒心。晋武帝当时这个人还特听劝，一时间默然，就没再坚持。由此呢，刘渊平生第一个好机会就让错过了。后来呢，关陇一带有个氐族，那个首领叫是树机能的反叛，晋武帝呢又在朝中大臣的这个寻访，谁能平叛？结果刘渊的另外一位老乡，当时任尚书仆射的李希的推荐他，如果刘渊海能率领他的匈奴五部，肯定能把树机能平灭。这个时候大臣孔循又一次谏阻，如果他去，他真是把这个树机能平定了，只是一患平定又生一患。晋武帝一听呢，又把这念头打消了。由此呢，这个刘渊海显露身手的机会再一次错过。那么受到这两次沉重打击，说句实话，机会错过了，刘渊这个人也真的心灰意冷了。一次呢，以游侠著称的晋朝的东来人王弥从洛阳返乡，这个王弥日后记住了，也成为晋朝一大祸害。刘渊呢，就在这个九曲之滨为这个王弥饯行。几巡酒过后呢，刘渊哭着对王弥说，你看王浑、李希两位是我老乡，多次在皇上面前荐举我，我却招致呢谗毁之言。其实我本来就没有当大官的打算，这两个大臣呢好心帮我，就却成坏事了，希望足下您深明我心，自今以后我恐怕要老死于洛阳城内啊。这话说完呢，刘渊也是悲歌慷慨，纵酒长啸，一座之人呢都为他这一番表演而感动。当时呢，晋武帝的弟弟司马攸，齐王，也在九曲那地方大宴宾客，听见附近又有人喧哗，又哭又闹又笑的，结果又长啸，结果就赶紧就过去，过去一瞧，刘渊的一番言语表演都被这位齐王看得清清楚楚。因此他回朝之后马上就对他的皇帝大哥司马炎说，陛下不除掉刘渊海，我恐怕日后滨州不得安宁。关键时刻呢，又是刘渊的老乡晋武帝的儿女亲家王浑出面保奏，刘渊海是个厚道人，我以身家性命担保，他不会有异心。我们大晋现在正怀远以德，怎么能做出杀害匈奴入室质子这样的事呢？你看晋武帝司马炎这个人虽然是篡了曹魏，但这人性格还是比较柔人的，他不是那种有远同宏略的那样的君王。一听王浑说的还挺有理，为此呢，刘渊等于又逃过一劫。如果没有晋朝的八王之乱，我估计刘渊这辈子也就窝窝囊囊就交代了，不过就在洛阳大宅子里啊，好吃好喝啊，当个富家子弟。不久呢，刘渊的父亲匈奴左部部帅刘豹病死了，那么根据晋朝的律令呢，刘渊就得以返回他的本部，世袭左部帅之职。那么晋武帝太康末年呢，朝廷就拜他为北部都尉。刘渊回到本部之后呢，确实是一时之间呢，就因为他的名声比较好嘛，就在京城待过，不仅匈奴五部豪杰都特别崇拜他，就连幽州、冀州一带的汉族名儒啊、文士也都不远千里慕名而来。那么晋武帝死后呢，外戚杨俊辅政，为了拉拢边地的这些少数部族，树立私恩嘛，就加封刘渊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并封他为汉光乡侯。你看晋惠帝期间的八个司马王爷以及众位的这个贵族吧，各怀鬼胎，你争我斗，刘渊就趁机在匈奴五部纠结人马，以观时变。晋惠帝元康末年呢，由于刘渊他匈奴五部有人叛逃出塞了，他就被依法免官。但八王乱起呢，成都王司马颖掌权的时候呢，就想拉拢这位在匈奴五部非常有号召力的匈奴大都督，把他招到邺城，封他为行宁朔将军兼五部军事。呵，这一下就给他威权了。虽然说当时封他这个虚衔但是兼五部军事的官职是刘渊日后成功最大的基础。因为在魏晋后期匈奴的什么左贤王啊、右贤王这些封号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已经在岁月的流逝和晋武帝的威权下成为装饰品。刘渊呢，趁着这个机会呢，就在成都王司马颖的邺城做了官了。眼见晋朝宗室王爷互相杀伐，天下动荡，他心中暗喜，
只是呢，他自己身在汉地，不敢有太大的动作。因此呢，中原大地板荡之时，居于分水流域的匈奴五部就蠢蠢欲动。刘渊有个堂叔祖叫刘宣的，就秘密召集匈奴五部的上层贵族开会，对当时的情势发表意见，准备见机起事。这个刘宣啊，这个鼓噪了一番之后，就要说：“你看刘元海、刘渊这个人啊，资气绝人，超世人杰，正是兴复我们匈奴大业的最佳人选。”于是呢，五部贵族上层秘密盟誓，推举刘渊为大单于，而且暗地也就派匈奴族人呼延攸到邺城，把五部盟誓推举他为大单于这事儿通报给刘渊。呵，刘渊听说自己被五部自己统领下的暗中遥尊为大单于了，特别高兴，但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就假称啊五部族人家里有丧事，向这个成都王司马颖请假，说自己要回到自己的部落参加葬礼。司马颖当时还真没答应，倒不是因为这个成都王啊他多聪明有先见之明，而是当时各王之间争斗激烈，他太想把刘渊留下来给自己当帮手。眼见呢自己呢从邺城出不去，他又不敢贸然私下逃归，刘渊就让呼延攸你自己先回去，你就嘱咐刘宣呢召集五部，然后把这个附近那些胡人啊都召集起来，把兵马准备好，然后打着声援司马颖的旗号，准备伺机起兵了。晋惠帝永安元年，就公元304年，自我膨胀的成都王司马颖在邺城宣布自己为皇太帝，就把他侄子司马谈皇太子位号废掉了，这下就给了东海王司马越一口实，双方开打了。我们先前讲过这个八王之乱，荡燕一战，司马颖得胜，又把惠帝老兄掌握自己手中。高兴之余，这个成都王司马颖加封一直在自己身边出谋划策刘渊为冠威将军。结果呢，司马颖没高兴没多久，与司马越、晋宗的那个晋朝宗室滨州刺史东阴公司马腾和安北将军王俊起兵了，合力攻打司马颖，率领鲜卑啊、乌桓十多万人直扑而来，强敌来逼啊！当时这个司马颖也不知所措了。这个时候，刘渊一看机会来了，就趁机向司马颖说了：“现在你看这个二镇跋扈凶猛，有甲士禁足十多万人，恐怕这个京内的禁卫军事啊抵御不了这些强寇，请殿下您允许我一个人返回我匈奴五部，我率领我部下人马杀奔回来，以赴国难。”当时司马颖还挺迟疑的，就说匈奴五部能保证发兵吗？即使五部兵能来，王俊等人率领的鲜卑乌桓士兵尽速如风云啊，你们匈奴五部兵能打得过他们吗？面对成都王司马颖这种种疑虑，那刘渊如何继续蒙骗这位貌美而神昏的王爷呢？我们下一集再说。